8:53，8月27号，礼拜天，来自小景林溯溪来去看大小莲。啊，今天做这个吊桥，今天的水量哦，看一下水量哦，在小景林，很大啊、哦，等一下要去那边哦。很滑。
险。这边还有一个吧，
束了。现在1:44，1:44。好，结束今天的行程了。下雨了。